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第1219集的节目。看到我呢在电脑桌前面呢，就知道这一集又是随便录啊，放轻松一点跟大家聊聊天呢。两天班上完了啊，那 OK 稍微小小放松一下啊。那因为我那个桌面实在太混乱了啊，就是我平常录影片的桌面现在堆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我就在我这个电脑桌前面呢给大家做这个非常简单的小玩具，它是来自于这个 Transformers Bumblebee Cyberbird。雾影暗战这款玩具呢，我在玩具烦恼城呢数次的看到它，但是呢还是没把它买回家啊。一样呢这一次是透过中皇影月兄呢支援呢才能够玩到这一款玩具，亲自去把玩到。它是一个造型还不赖的坦克车啊，尽管这个不太像地球上的载具了啊。那上方的配色呢也是非常典型的雾影暗战的一个配色啊，就橘啊、绿啊。还有这个坦克这个形象啊，特别是胸口这个啊，这个像是一个鬼面的一个感觉。那上方的话呢，有狂派的标志啊，这个已经现在不常见的啊，以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都有。它呢附带了一把武器啊，一把这个武士刀。那这武士刀呢，在载具情况下的话呢，我想呢应该是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一个配对的一个位置了啊。那它没有滚动性啊，没有滚动性啊，这个武士刀不小心的话就掉下来了啊，这里啊没有任何的滚动性。那么呢，造型的话就是就坦克车嘛，上方也不能够转动啊，比较可惜一点。OK，应该是不能转啊，因为确定是不能转了。那变形的话非常简单啊，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啊，然后往两侧这样集中。OK，它变形了就算完成了啊。那变形的时候是连这个脚掌都会一块变过来啊，我们再做一次变形啊，这样子往两侧拉开啊，就这个地方，这是一秒变形啊，一秒变形。OK，那变成人形之后的话呢，尺寸大小呢，刚好后面有这个啊，前一阵的这个 TW 这一款这个金属配色的一个这个恐龙网啊，当然是给它取名叫钢索的这个玩具啊，两个大小比例做个简单的对比，然后是这一款啊，这个是这个 NA 的这个铁皮啊，这几款玩具呢，我是经常放在桌面上啊，就是有一些疗愈小功能的玩具，我会特别。放在桌上，那就看一下这个细节啊。这个头雕呢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啊，这个雾影暗战那个这个日本的那个鬼武士那种感觉啊。可动的话呢，手可以这样子动啊。那这只手的话多了一个关节啊，不晓得为什么这里有多一个关节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武士刀从后面给拿下来了啊，就可以拿在这个手上。好，这样子。那哎，我握反了啊，这个握反了，应该是转成这样啊，这样子。那你武器两手可以交换拿。OK，那这个到底为什么？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。反正他手会这样晃，那如果你不喜欢手这样晃，你就把它握到这一侧啊，它就会握得比较稳固一点啊。下盘的话呢，是基本上是只有变形的一个需要，并没有其他的一个可动啊。那手臂的话，就手肘可以动了啊。那这个拿着武器的时候，就当然就没有办法完成变形了啊，这个会去卡住，这个就不是很重要了。背包的话呢，就已经不是背包啊，整个是放到比较下方一点。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去在意这些啊，应该这本身就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玩具。那好不好玩呢？我觉得还是有了啊，还是有啊。我们就再次的把它变回坦克啊。这手臂的话当然是打直的状态下，这样一收啊，就会恢复到它的一个坦克车的一个形状啊。不过还是要稍微捏一下啊，然后这个脚掌也就稍微再捏一下。OK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分享了啊。那最近的工作量非常的巨大啊，已经不下数次的跟各位提过各种状况了。那有机会呢，有空档呢，就会像这样子啊，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些小玩具啊，也不毒舌啊，也不吐槽啊，就开心的玩个玩具而已啊。这最近大家一些留言，我还是都有去看啊，有人还是觉得说我的风格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就是去发掘玩具的美好啊，这个比什么都还要来的重要啊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喽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